立华居官方粉丝专页，还有三立娱乐新闻的官方粉丝专页。三立新闻网我们透过 Meet， 我们今天会有全程的一个记者会的直播。那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让大家看到《分明治女孩历史》的第二部的主角卡斯发布会。那这部戏非常的特别，我们有两位男主角，上次介绍了一位，今天是第二位男主角，还有其他的这个剧中的重要角色要一同来到现场跟大家见面。那谢谢各位媒体朋友来到这边进行采访，我们预计会在这个稍后1点钟左右，那么就会正式的开始。那请大家先这个稍后一下，现在需要对白吗？不是那种白可以拿对，你每次都是双面印刷哎。啊，这里有一点点难。好，请对白。我们今天在现场总共有四位演员，那包括了我们的男女主角，还有包括了我们的重要的男女演员，一起来到这边跟大家见面。三明治女孩的历史即将要接档的是已读不回的恋人，所以要那个回对地方，然后开始跟大家的这个好好的见面。我们的官方粉丝专页上都有特别的活动讯息公告，那也透过直播来跟这个所有的喜欢跟明星，也是跟我们的这个戏剧话题上面那个做这个沟通啊。还有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台的粉丝朋友，其实是注意到我们的这个是官方讯息，那我们随时不定时的在那个可能出现的捷运站送三明治给大家吃，是这样吗？好，欢迎大家如果有看到那个讯息，早上就可以不用按三明治，然后可以跟我们，是这样吗？在我们的那个秘密的安排，不跟你说在哪，好，是这样。五分钟后吗？好，五分钟后我们记者会就要正式开始喽。那大家需要的那个对白都完成了吗？那你们可以先稍微休息一下。感谢各位，谢谢。那请摄影大哥，对，先就您这个工作需要的问题。OK， 谢谢各位，辛苦了所有这个来现场直播的这个各平台的工作人员，感谢大家。稍后记者会正式开始喽。现场摄影大哥，我们待会出来先让你们拍四人的大合照，然后那个记者会结束之后再先进行那个你们其他需要照片的那个拍摄，然后再进行电子媒体的联访。谢谢大家。
打卡，我们要打完再说。好，感谢大家全新的台式三立都市偶像剧《三明治女孩》的逆袭，我们第二场的这个卡斯发布记者会现在就正式开始。非常感谢现场所有媒体朋友来到这个地方莅临采访，当然还要感谢现在透过我们的三立华剧官方粉丝专页、三立娱乐新闻粉丝专页、三立新闻网，也透过 Bido 收看直播的所有线上的好朋友们，大家午安。很开心跟您推荐介绍全新的台式三立中日偶像剧，那么即将要正式跟大家见面了，这绝对是一部清新有料，非常让大家值得期待的。那么在今天总共有四位艺人朋友在剧中担任重要角色，我们要在这个地方郑重为大家介绍，稍后他们出现。那么我们现在让大家进行四人的大合照，合照之后我们再好好的跟他们来聊一聊。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准备用热情掌声欢迎我们一组一组的把他们请出来。好的，首先要来欢迎的是我们这一组叫做亲熟俊美双人组，我们要来欢迎的是邵翔以及廖丽璇，欢迎两位来。嗨，欢迎邵翔。嗨，欢迎丽璇。好，往后退一些些，然后邵翔我们再往你的右手边再靠过去一点点。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这个青春可爱双人组，我们要欢迎的是叶星辰以及子红，欢迎两位。好，来，我们今天的第二波的卡斯发布会跟大家正式介绍，我们有全新的组合，新的面孔，来，我们四人先来个大合照一下好不好？来，四位先看一下竹哥，来，我们视线一同。好，来，竹哥跟子哥在你们的正前方。好，我们先看一下竹哥，你这部戏非常非常的颜值高、帅气的、好丽的，都来到了我们的这个三明治女孩的练习。所以呢，你要青春的，你要阳光的，你要成熟的，你要俊美的，通通都有。欢迎大家到时候能好好跟我们来一起珍惜一下。好了，我们一起看一下右手边的摄影群，来，谢谢四位。好，来左边，来，我们四位一起看一下左手边，然后稍微退个身。好的。我们待会儿就好好的那个跟他们聊一聊，请他们好好的跟大家说说话。那么这其中有很多人第一次来到三立演戏，那当然也有大家喜欢的熟悉的面孔，在这个地方一直深深的受到大家的这个追逐，所以今天他再次来到了我们的是一起搭肩膀吗？还是互相搭肩膀？邵翔会不好意思搭肩膀，因为他的 partner 今天肩膀好。但是没关系，他们是走那个轻熟路线的。好，我们搭起来的状态不一样，那边两个人是那种小可爱路线的，这个也不太一样。好，来视线一起先看一下图哥一下来。好，子红笑一下嘛，三二一下，好来。好，大家一起练习一下，三二一耶。好 ，OK 了吗？可以了吗？大家，来，我们送上麦克风好不好？来，谢谢。邵翔跟那个逸璇看起来感情很好哈，好，我们一见如故。一见如故吗？哇塞，好，我们这次有这个新面孔到来，我们刚刚跟大家特别说了《三明治女孩》的逆袭呢，这次很开心，有两位帅气的男主角，这一次今天要特别郑重的再跟大家介绍我们的第二位男主角来到现场，要请掌声欢迎新面孔子红加入三立华剧行业，欢迎子红来新面孔大家。呜呜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红，然后我在这部《三明治女孩》的逆袭里面饰演的是子俊这一个角色。子红演子俊吗？对对对对。那子红比较帅还是子俊比较帅？
我希望是子红让子俊更帅。哎天哪，我真的觉得你这次来就整个就是完全的逆袭我们这个主持人对你的拷问。不会，因为我觉得说是希望说我可以让这个角色有更多的色彩，然后让这个角色有更不一样的演出和表现。真的，你现在是今天在座所有的色彩最多的人。对，其实我自己平常不会这样穿的。哦，真的吗？对，所以你是跟星辰有约好吗？你今天两个是穿情侣装哎。有一点。真的吗？其实心有灵犀，也没有特别约。我没有特别约好。真的吗？所以是一个暗中交际的问题吗？我们毕竟有两个男主角，你知道。天哪，我们为什么一开始要跳起这种话题？对啊，建安哥。不会啊，很开心啊，最开心的是你本人啊！你干嘛这边建安哥？建安哥知道你第一次来演戏，然后配一个两个这么帅的给你，所以今天再次把你请到这个现场来。那今天站在子红的旁边，跟那天站在丽阳旁边有什么不一样？先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好，我是叶星辰。我觉得很幸运，可能是说，我在职场上面变成一个被夹击的三明治是很辛苦的。对。然后呢，上天给我个安排，在爱情的部分就是一个幸福的三明治。你旁边那位小姐一直点头称是，她觉得你说的很好。她今天是贝儿，大家有感觉吗？贝儿。她是那个贝儿。她是仙女。你是贝儿。是配野兽呢？哦，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啦。这样子，没关系啦。少强在这里什么都可以当，你要让他当野兽啊，什么兽他都 OK。野兽派，真的真的。好，我们要郑重那个好星辰跟待会再跟他聊。我们现在郑重欢迎这位仙女，这位仙女是在新加坡很红，然后欢迎你来到我们那个三立来参加我们华剧演出。仙女廖伟，在那网络上随便 Google 一下，这三个字都可以找到你了。大家好，欢迎廖一璇，大美女，大母我，来掌声欢迎她，拍拍手。谢谢，我叫廖一璇。那我在戏里头饰演的角色叫做韩知心，是知心姐姐吗？对，知心姐，大家都会叫我一声知心姐。她是跟星星在戏里头是同一个集团的公司的职员，所以她就是被夹击的那个。没错，我是公司的服装设计师，是比较主管阶层的。对，然后公司的人看到我呢，都会觉得我有一点冷漠，有距离感，可能包括我的身高。对，所以我一站起来。这个小新就觉得有点压力。我很感谢他今天穿平底鞋，因为我看到了，但穿平底鞋还这么高，我真的觉得你是蛮有事的。你今天真的？哎，什么有事？不是，穿的好高，高到我觉得我今天就是太开心了。就是我们今天找了一个这么高来配一个这么高的，这个这么高的终于找到一个很高的来跟他。对，我好感动哦，真的谢谢你长这么高。是吗？其实，少侠有话好好说。我还是算了，不要讲这个。没关系，你可以直说。知心的个性是很直接的，有话直说。哦，真的吗？对，对啊，我还是觉得，就是这手这样跪在这边是非常顺。哦，真的吗？因为一般可能没办法这样。我懂，我懂，我懂，辛苦你了。我今天穿高跟鞋。你觉得他今天长高了、啊？对。还是可以，我平常是这样。还 OK 吗？真的。好像跟我比较搭一点，对不对？对，从那个少强那个简单的那个开场的言行当中，我们已经知道他要演一个就是成熟俏大叔。他刚刚把他那个俏皮的一面已经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了。俏皮可能是我自己了。哦，这个这个角色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俏皮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他是比较偏就是成熟稳重，然后、可能就有点像大叔这样。大叔吗？你一点都，如果大叔长得像你这个样子，那真的大叔可能真的每一个人都很痛苦。对，因为我觉得这如果成熟稳重的大叔这个角色对我来讲其实是有一点挑战性的，毕竟我长得比较稚嫩一点。好，我们就不置评你的这一段话，但是你从刚刚进来到现在你还没有正式跟大家这个打声招呼，线上有的等你在问候他们。好，大家好，我是少侠。大家好，是好。那这四位呢，今天一起来到这地方，我们刚刚可以看到，那过程当中应该开始培养一些默契了。然后你的那个女伴默契好培养吗？我觉得其实蛮好的，蛮好培养的，真的。而且我记得我第一次跟她见面的时候，我们是有因为在监制的安排下，我们就见面嘛，先了解一下彼此的大概状况。然后我就马上神经病。你吗？你那天有吗？有啊，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我觉得定妆她那天比较疯狂，疯狂。她邀请我一起。做一些那个，你也知道，他毕竟是一个偶像团体来的，他很多那个才华。我是，那其实我已经很收敛，我是怕真的到时候大家把我当神经病这样，我尽量就是正常一点。我感觉就是炒热大家的气氛。有，炒热大家气氛。那我那天教你什么，要不要做一下？好啦，快点，他到时候给我跳。没有啦，他是做。放我们一起啊。我说 OK 啊，好好，那需要音乐吗？还是你就这样干来就可以了？不用音乐啊，不用啊。那少想帮我们那个 action 他们一下，action 吗？对啊。
我们亲手组就是站旁边，然后观赏观赏一下，然后等一下再学习啊。我们也是 OK OK 好。身为主管之后，在今天可以被他领略而已。然后他今天之后一选，就可以好好的回去在戏里面再处理他一下。所以我第一次遇到易璇姐的时候，她是这样哎，她是名模，她的眼睛会杀人，但她今天人已经很和善，她连平底鞋都穿来了。哦，谢谢。这样其实知心是一个很有温度的人，就是看我穿平底鞋就知道，我会尽量不要造成大家的困扰。哦，好，你人真的很好哎，但是你穿这样看起来很想叫你跳芭蕾舞哎。哦，现在在 cue 我的意思？没有没有，是他们先让你再来哎。他们先啊，这个还有，当然都有啊，我们没有说不要，所以当我们现在有在直播，我们要分享给线上所有大家那个开心。你今天怎么教我的？你示范一次。那我做你就要做啊。收敛一点。我是无所谓。就一起吧，好吗？就来了啊、哦。怎样？我就忘记。三二一 ，Action！ 我的，我觉得你还是有点太……哎，你这个没什么偶包哎、欸。我没有欧巴、啊，真的。对啊，因为 我本身演的这个子俊的角色，他就是有点比较活泼，然后甚至有点疯癫。那对于生活就是充满热情，然后甚至带一点好动，有点过动这样。哦，对，看起来好像很多那种户外的一些运动、啊，对一些休闲啊。对对对。而且刚刚其实你在舞动的时候啊，少想有一种不以为意的眼神，一直在看着。有吗？没有啊。没有，他觉得很无聊，对他来说也是。没有啊，我觉得他已经找到一个出路，他想要你们 special 欠人嘛，他想要加入你们那个团体。哎，我这年纪已经过了。不要这样子，但你可以在现场跟他一起尬舞啊，我们不会介意的。我真的没办法尬。啊，我们觉得尬舞功可以啊。要不然就刚刚那一段就好，叶星辰可以教你。哦，你说刚刚那个，好。对对对，然后就子红跟少想一起来啊。怎么又是我？没有，你这一次是叫少想。我就在夹三明治。对啊，你要跟少翔一起，就带两个。我觉得知心姐好像蛮。知心姐也想一起啊。你怎么知道？其实我也很想上。好，那我们四个一起来好了。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刚刚的舞步，然后不同人跳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可以麻烦知心可以对。可以啊，可以啊。我们今天天气比较那个。今天扮演知心。好，那我们就一起来。那给叶星辰 Q。那我在地标，你不要。我告诉你，在戏里面很可怜的、欸。你只有今天可以开心，你最好在今天就是把你想要报仇的啊都做完，因为你戏里面都一直被夹击。那我今天不要夹击，我今天是做球给你，我对你超好的。啊？你觉得我会允许你在那旁边看我？不然呢？啊？不然呢？是，一定是拉着你一下一起跳的。好哟，那我们就一起来啦。好啦，那三二一准备备喽。反正今天就是大家一起开心来玩，天气那么冷，动一动也是好的。三二一 ，Action！好，这是我们这个。你的表情好，你看少强是很酷。少强，我完全是模仿他那个厌世的感觉。没有没有，你整个就是他们就是有一种在2018，然后你有一种就是复古的感觉。真的吗？一点点啦、啊。那代表真的入戏蛮深的，有做足功课。我觉得有。然后少强这次的角色很特别，还有配给你一个孩子是不是？是，就是这也是我第一次在一个正式的戏剧当中算是演爸爸。啊，虽然那孩子是突然跑来找我的，然后我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我的孩子，对，但是到底是不是真的就要看下去，对，但是是一个爸爸的感觉，因为有一个孩子来找我认爸爸这样。对对对，然后这次算是一个就是走一个真的全部就是比较亲熟的概念，跟你以往角色从那个小帅哥变大帅哥不太一样。对，我就说对我有点挑战性嘛。对，所以说配一个名模给你也真的觉得蛮好的。对，我觉得我们实在太搭了，真的。而且我们就是像他刚讲的，就是其实我们是有温度的，可是在别人就是可能第一印象看起来会觉得好像比较偏冷，偏冷。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就真的反映到我们平常真的社会，就都市的人，其实，在就是平常相处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个保护色吧，他会比较内敛。嗯，啊，真的要相处久了之后，你才会发现这个人其实他是很温暖的。是，对，但那不是外显出来，不是直接。看到是真的是要深入了解之后才会知道，真的真的。然后这次我们这部戏啊，怎么到新加坡去宣传就靠你选了，然后你选，对不对？不麻烦你哦。对，那你希望新加坡的粉丝们现在也在看，多多支持《三明治女孩》的女星。然后你这次演的角色好像跟你真实的身份好像也有一点点可以搭上了，对不对？我看到说她是一个很厉害的办公室的女强人，可是下班之后就是，嗯。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对于一个职业女性或是模特儿的一个误解。大家觉得我们看起来很强很有距离感，但是我私底下是完全相反的。真的？对，我反而是比较懒散，然后惰性很多。你这样讲都没有人会相信吧？你说真心还是说你？我说我本人，所以我也
演知心的时候，我觉得蛮挑战的。知心里面好像有一点点那种感觉。但他对，是的，就是他会比较好胜心强一点，但私底下有温度的一面，可能就是表现在自己的情人或是家人面前。对，这样感觉真的也是蛮有一个那种成熟都会女生的那种感觉的概念，跟你旁边那个被你夹击的小女孩就不一样。是的，真的，但他没关系啦，他就是离开办公室才是他幸福人生的开始，回家就有男朋友那种感觉，好好哦。我感觉他现在已经被夹击了，我男朋友生气了，是你的男朋友生气了。真的，我们这个就是星辰，那我们已经有一个，就是你知道女孩都有一些所谓梦想清单，然后演一个女主角配两个帅哥，已经帮你做一点梦想清单。这件事情之外，你还有什么是一个女孩想做，或是戏里面那个三明治女孩的梦想？戏里三明治女孩的梦想就是希望可以搭公主游轮去看北，去看极光，去北极看极光。随便你去哪个极没关系，反正你讲的就是太梦幻了，我们也没有什么想法。我自己也很想要搭搭。我觉得你那种薪水可以做这种东西吗？就是你要不要问一下你的主管？我都不太够了，我觉得你应该没办法。所以就是一个梦想，大家要朝梦想前进、啊。对对对。对啊。好，那子红，你觉得这种女孩的梦想有不切实际吗？我觉得没有，没有。我觉得就算破产，你也要搭一次公主号游轮。对，人生就这么一次。子俊就是这种个性的人嘛，活在当下。对，活在当下。然后子俊是一个摄影师，所以子龙很爱拍照嘛，除了自拍照外。啊，我很讨厌自拍。真的吗？真的真的，我工作上任何就是有我在画面里面照片，都是被逼的，都是被公司逼。懂懂。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个人是喜欢拍其他东西，然后我不喜欢看到。好，那希望未来在你们两个人的粉丝专业上，你就可以一直不断疯狂拍他，拍他们，然后他们就不断找你自拍。是 OK 啊，就看他公司这样。没有关系啊，就你们在演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人管得到你们。OK， 没问题。好了，那这次那个组合感觉上来说，大家就是很新鲜，也很期待。子红对自己加入那个三立华剧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先的预期？然后还有加入之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自己的规划跟梦想？其实我蛮开心能够加入这个大家庭，对，然后。你说对于未来的规划和梦想，我当然是希望说这部片能够成功嘛，就希望更多人能够知道说啊，三立华剧哪里是可以做出非常就是让大家非常喜爱的东西这样子，对对对。然后所以其实不管说我开不开心，但其实我内心很紧张，因为毕竟我第一次紧张哦，对，我会紧张，紧张个头啦，我都看不出来，当然是压抑的很好，我总不能那样，那还不是我们喜欢这种表情，没有没有，我还是要像个正常人。所以我内心会紧张，会觉得说啊，我怕我自己做不够好，或者是说会怕被人家讲说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内心是会紧张。不会啦，不要想那么多。对啊，演了之后大家就知道啦，你那么会演。谢谢。真的，叶星辰比较担心啦，他跟这个脸很 CP， 跟那个 CP， 到时候在网络上不知道怎么说他，那有什么？对啊，怎么办？我就是。你今天跟他脸很搭，然后你那天跟他脸也很搭，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啊。你的三明治过得还蛮开心的，真的是。一半一半。你这个仙药当中真的还蛮愉快的。你看那个一拳仙女都仙气逼人了，然后还是没有办法敌过你有双两个王子在保护。他有他有的他有的，在戏里大家都会看到的。哦，对对对。我们亲笔精简。哦好。而且只要社长讲完话，我就直接去点赞了。对。要先问那个，好像可以问叶星辰一个问题吗？就是上次跟丽雅。那个就是一起那个见面，那今天跟子豪，要从你的嘴巴讲这两个男生在你的认知当中有什么不同，各有什么优点，那好不好？不一样啊，像子豪，我觉得他就是很活泼，然后他很好笑，好笑。你说我长得好笑？不是长相，我是说个性很有趣。他像第一天，他就是跟我讲一些有的没的，有的没的，对。我你看我就说吧，第一天把他吓到了。不会啦，这样但是这样很好熟络啊。太好熟，对不对啊？那丽阳呢？丽阳哥就是像我们上次说，他已经做区隔，你叫丽阳哥，你叫子豪。没有，他很可爱，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是。对啊，一开始会很有距离感，因为他是大明星。对啊。是。但是后来跟他聊天之后，发现他其实很可爱。哎，据点的是？没有据点，那看你眼睛在发亮，那继续让你闪亮，就是在想少想比较不开心，那你少想呢？没有，我也觉得张亮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对啊，我也很喜欢他。对，这两个要我选，我也真的不知道怎么选。
好啊，真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就问一个比较艰难的，来问紫红好了。紫红，你跟当年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差别就是一黑一白啊。对，哦、还有头发。哦，谢谢啊，谢谢，谢谢。你在说我黑吗？我说头发的部分。啊、对了，因为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因为我就是也是因为这部剧，然后才就是跟他见到，对对对对对，跟他有第一次接触。那我觉得说他其实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但是他很骚，他不会表现出来。是。一开始感觉是温度很低，可是等到你可能接触多一点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他也是有温暖一面的，而且他有小孩子的一面，有可爱的一面，这样子。就跟你也可以玩在一起的感觉。对，感觉啊，但是我目前还是会怕会吓到他，因为我有点他神经病。不会啦，你对那天我们拍那个什么花絮照片还是什么，我就去摸他的耳朵，我想你摸他，你摸他耳朵，摸他耳朵，然后我之后被打还是干嘛？他有什么反应吗？他这样，真的。要闪，动一下，就只有动一下。那你可以示范一下摸少强耳朵好了，我们看。你怎么会有这么特别的举动？很难想象，我跟他这么好，然后我们之前演兄弟，然后我们又是很好朋友。对。但是你不会摸他？我应该是从来没有摸过任何一个男性朋友的耳朵啊！我真假的？今天又给你这个机会，那你摸子龙的耳朵好了。好啊，你都这样说了，我们就只好玩。这也是一个挑战，没有，这也是一个梦想清单，他们直接完成，就是直接戏里面播的。我是做梦想。哈哈哈哈哈！这是一个男生的耳朵。对对对。好，那让他摸一下。你喜欢摸他的耳朵？我其实没有啦。他只是一个动作。我只觉得那个时候拍照的时候，感觉大家都还是那个少强耳朵，让你一点都没有想要摸的想法。不会啊，那你赶快过去摸，快点。就看那天你怎么弄张扬，那今天就直接，反正他们也不兄弟啊。在中间对不对？还是你怎么摸他的？没有，你在他右边。然后你这样子直接摸。对啊，我直接摸。好。所以想想我还是有病。不会啦，那我们直接 cue 你三二一 action 就来了。好。好，哎，商场你要看，你等下看正前面的，你不知道看他摸你耶。对啊，你应该是不知道他摸你的状态。三二一 action， 那是不是在拍照啊？哎，少翔，你知道这世界上有多少人想要让子龙摸耳朵吗？你为什么要上闭眼睛？对啊，享受，享受。我觉得他要挥拳，我觉得他要挥拳。会不会？我觉得今天这样的四位一起，然后感觉现场非常的就是活泼跟可爱，然后很热闹，然后还有仙女，都感觉这里就是整个就是非常的漂亮。希望未来就是有大家的加入，我们真的是很清新，然后很有料哎，你们真的都太美了。第一人不是说我，我说大家，你也是啊，大家都一起漂亮，一起帅。突然这样称赞我们，不知道。不会啦，就常在听而已，就是偶尔给一个人，不用回应我也可以接受。对吧？下次我们再好好的。三个正女孩的逆袭，今天的第二场就是卡斯和发布会，然后紫红、星辰、逸璇，还有我们的少翔跟大家正式的见面，还希望未来大家可以好好支持我们全新的台视三立的周日偶像剧，好吧？谢谢各位，来，我们接下来进行那个拍照的部分，让我们说一下麦克风的先。合照的部分还需要吗？还是我们就直接拍一组一组的歌？不用，好，这样好。那个紫红跟星辰先休息一下，我们先拍那个逸璇跟少翔。好，来，我们看一下你们的那个。好，右边，右手边，来，好，你跟这边来看一下哦，好，二楼的摄影机也看一下哦，好，很多人还在直播上面，然后我们还有电子媒体的联访，好，还可以轻轻看一下对自己这个角色的期待，耶、yeah ，好，嗯。OK 了吗？这边再一个，我们这些人多也不用干嘛跑，就我们直接让他们两个独照先了，好不好？来，我们先拍逸璇的独照，少翔你先上旁边选一下，对对对，好。好，我们这次由名模来加入我们的这个全新的台视三立周日偶像剧，逸璇现在的一部这个偶像剧正在新加坡热播当中，相当受到大家喜欢，我们这次也很开心。让他可以这个同时有两个作品跨海都在呈现，未来也希望借由他现在在新加坡受到喜欢的状态，然后让我们的三立女孩受到更多海外朋友的支持。
名模来演戏，对大家来说都是很期待的一个想法。这次这个还要想看看他在角色当中会做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的呈现。仙女亮，好的，你看看上场看他的眼睛动的呀。直播应该有一些会拍上场来的。OK 了吗？竞选的部分，还有，来你的演左边。OK 了吗？谢谢。好，来少翔，来我们来鼓掌。谢谢一璇，来先休息一下。少翔，请摆出帅气的样子，不要厌世。你只有轻熟，没有厌世。哈哈，笑得太帅了啦，你知道？少翔就是帅气逼人的一个华剧当中大家最爱的男明星之一。这次加入三明治女孩的练习，你还记得你在那个三明治女孩的那个口味吗？天哪，好贵哦！酒酿樱桃，哎呀，酒酿樱桃鸭胸三明治，那是里面最贵的一种了。那完全就是要呈现出他这个俏皮熟男的概念。好，谢谢。OK 了吗？谢谢。来，子红跟星辰，我们先来合照。好，我们的青春可爱组两人来喽。今天有穿情侣装哦。好，情侣配色。好，这完全是一个芭比芭比的概念。可以有一点那个小情侣的感觉吗？他们现在是兄弟。好，来左手边一起看一下。我们先看那个兄弟的照片。来右边这边。再看情侣的照片。来，少翔这边。好。OK。好，正面那个主播看一下啊，来两位。OK。好，兄弟照片完了，哎，就像是情侣，可以开始。对。吓到，这依然还是兄弟的。毕竟你可以勾他的手，你可以躺上去啊。哦，他勾你的手，天哪，你好大牌哦！好，那子龙躺过来了，也 OK 啦，你们开心就好啊。来，子龙说他跟丽阳的最大不同就是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白的啦。但今天那个，哦好，哎，你抽到子龙这里，对，天哪，你的手好值钱哦，好，子龙这边，嗯。希望在接下来的这个演戏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们俩可以爆发出一个那个最夸张的青春气息，好不好？笑到最大声啊，然后尖叫到最那个最夸大。两个人合照 OK 了吗？好，那那个星辰先来鼓照一下。哎，别动，好。子红稍后来鼓照哦，好。耶，我们音乐星辰今天还有特别蓄留一下自己的发型，然后那个服务一下不同的他的两位男主角，他是最幸福的三明治女孩了。他在职场当中虽然受尽了被夹击的那个辛苦，感情社会生活当中的夹击看起来在外人眼里是甜蜜啊，对当事人不知道怎样，自己的角色应该会觉得很难选择。未来的故事应该非常的精彩，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这个追剧，喜欢我们给你的全新组合。好，来大家想拍星辰独照的就 Q 他一下。清晨中间看一下土哥的唱期。好 ，OK 了吗？大家可以了吗？啊，还是漂亮，好，可以了吗？谢谢清晨，来子红，我们来组照。好，我们要请子红先拍一个帅气，再连拍 F1。好，第二拍 Tag Two。好，左边先看一下。所以第三拍应该是看正面，好 ，Take three， 好，回来，这位朋友相当好 ，Q， 果然是亲民偶像，好，接下来是疯狂青春三女孩，看没来理我，哈哈，好，子龙加入我们，哎，好，可爱的拍来了，好，这应该是完全就是送给那个现场戏，啊，是这样吗？要动吗？那么好，右边右边，哎好，啊，自己旋转一下，好不好？好哎呀，天哪，太好听了，太开心了！顺便来一次啊，重新飞起来吗？重新夜字啊，三二一夜啊！好，有新的，有新的，不好意思哦，我们这毕竟是偶像练家子，开什么玩笑啊？好，好，三明治女孩的逆袭还会有随时有很多特地这个为大家举办的活动 ，OK 了吗？希望他们、啊、让大家觉得我们最后一个最可爱的 boss， 最强大的最可爱，最强大最可爱，三二一，可爱。对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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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就这样了。好，来，我们三位再来到前方，来，我们继续电子媒体的联访喽。好好好，拍突然间刚，好，有拍到人就赚到了。线上都在自己截图，好，欢迎大家回看，来送上麦克风，电子媒体朋友。不好意思，谢谢。好。